爹，都找过了，天鹰的东西没什么异常，也找不出什么线索。他怎么出去了这么久啊？你说你这个当哥哥的，天天跟他在一起，怎么连他去了哪儿都跟谁在一起，怎么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？爹，是儿子错了，可是以天鹰的聪明。 他绝对不会自己走丢，也不会一天不回来都不告诉咱们呀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被人拐跑了。拐跑？啊！这天鹰的功夫，一般的小毛贼是欺负不了他的。爹，天鹰能够应付得了拳脚功夫，可他未必能够应付得了嘴皮子功夫。你是说？ 许星城把他拐跑了。您也不是不知道，他惦记咱们家天鹰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这个许星城，这样，咱们去医院看他在不在，跟他问问清楚。哎，爹，您大病初愈，还是在家等消息吧。我在家待得住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天鹰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不光是我们戏班子缺了顶梁柱。 我任性，凭什么说我没有人喜欢？神经病！小姐，林大少爷来了半天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小晴，麻烦你帮兰兰把花插上。嗯。 怎么了，兰兰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你一直没出来，小青也什么都没说。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？许星城，小声点。你说，你把天鹰藏哪儿去了？天鹰。 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谁知道？天鹰在东江，除了戏班里的兄弟就没认识几个人，不是你藏起来的，还有谁？你说天鹰不见了，许先生，我们家天鹰就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苦相逼呢？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今天都没有见过天鹰。许星城，你还装？我没装。好呀，那我们合作吧。合作？我帮你。 让天鹰对你死心塌地，然后呢，你就告诉他，叫他不要再缠着富生哥了。那富生哥就是我的了，一举两得。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让天鹰对我死心塌地啊？这个，山人自有妙计，到时候你听我安排就好了。我去找天鹰。你别追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爹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哎，二大爷，站住！站住！那个，我们俩一直在门口守着呢，这个人这怎么跑了呢？这是。 那是通向什么地方？杜杰山的鬼影谷。现在咋办？我哪知道啊！我看这许新城是一定不会跟我们说实话的。看来这医院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他们居然恶人先告状，还想叫警察？该叫警察的应该是咱们。 林娜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，你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是不是就像罗浮生说的那样，特别任性，特别无理取闹？除了我爸以外，没有人会喜欢我了。浮生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话？因为我……哼，大小姐脾气呢，肯定是有点儿，但是。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正因为你的善良，你的单纯，所以你说话做事的方式都比较简单。这样呢，无意间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。但是浮生说你啊，说你任性，只是把你当妹妹，逗你呢。我们兰兰歌唱的那么好，人又热心肠，就是脾气急了点嘛。但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。 我最了解你了，你的心地比谁都善良。林大哥，我觉得三兄弟之中，就你最有眼光了。是他们不懂得欣赏。哎，对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下周在片场正式跟导演见面。哦，不许迟到啊！知道啦。我从庙里面出来，我妹妹就不见了。 我本以为他找不到我，会回西约，可我回西约也没找到他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妹妹她失踪了，我求你们赶快出警找找她吧。行了，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，你就等消息吧。警察先生，你们现在不马上出警吗？先去吧。东江这么大，每天都有人在失踪，像你妹妹这样的情况也是一抓一大把。如果我每一个。 都去出警，那我岂不是忙得一塌糊涂？可是探长，不用咳了，回去等消息吧。探长，我妹妹是许新城的女朋友。什么？林大哥，嗯，那你一会儿回去路上小心一点。好，你放心，你呢也不要生浮生的气了。我走了，咱们下周见。 嗯，红鸾，天音在哪里？星城，大哥，天音失踪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天音的哥哥和爸爸来找我，说天音不见了。
小航他失踪关我什么事儿？大小姐跑了，婷婷她跑了，你胡说什么呀你？那我出去。哎，你把婷婷带到哪里去了？说，说。兰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真的要绑架他，我吓吓他嘛。再说了，我也是因为你幼稚，你几岁了？现在呢？人呢？说！然后我说把他滚到杜鹃山深山老林的旧仓库里。现在他人跑了，应该在山里迷路了。你怎么不去找他？杜鹃山实在是太复杂了，野兽还多，车也开不进去。就算我熟悉地形，进去也属于大海捞针，根本找不到啊。 福生哥去了吗？去了，他一看天音跑了，他也追山里去了。那你怎么不拦着他？你明知道山里这么危险。我拦不住啊！二当家的他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，我怕耽搁，所以赶紧先离回报来了。滚！胡兰，要是天音和罗福生有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。你们一个个都为了这个戏子来欺负我，欺负你！姓程，姓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相互的一味埋怨也没有意义，现在首要的是把福生和天音姑娘找回来。 喂，局长，我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。说，警局接到一个奇怪的报案，说是星辰少爷的女朋友被绑架了。红兰，不是洪家大小姐。哼，真心鲜，这些想攀我们许家高枝的人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这种事儿，有必要跟我说吗？局长，据我所知，这个被绑架的女孩叫天鹰。 少爷，有人举报您涉嫌绑架一案，请您下车跟我们走一趟。现在生死攸关，我们赶去救人，救完以后我就回警局。少爷，您别为难我呀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要带许星辰回警局？我这是奉了局长的命令，才紧急出动。 林先生，您不会不知道，我们许局长一向是秉公执法，不枉私心的。等我回来，我亲自向我爸解释，还不行吗？少爷啊，这正是您父亲的命令，小的不敢违抗。大哥，别理他们，走。
抓住他！是。等等，星城，既然是你爸的意思，你就跟他们回去吧。救人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好吧，大哥，你们小心。 放心，林大哥，我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？ 没有时间跟你耽误，你放我出去，派人跟我一起去杜鹃山救人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你求我，真难得。是谁能让你在我面前低头？是那个叫天鹰的姑娘吗？
爸，爱情是自由的，你能不能放过我的爱情？你不应该求我放你的爱情，而是有一天，你用你的权利命令我接受你的爱情。 你到底是想救你的兄弟罗浮生呢，还是那个戏子？他们两个我都要救。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呢？没有如果，我不做这种假设。他们两个我都不能失去。我需要你做这个选择，这个世界也需要你做这个选择。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残酷的选择无处不在。 今天你有权利，你可以成为做选择的人。也许到了明天，你就成了被选择的人。如果你给我一个答案，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了你，再派我的手下和你一起去救人。 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天鹰还有害怕的时候啊！什么害怕？我这是高兴。还嘴硬？怎么了？你流血了？我得先帮你止血消炎，可能有点疼，你稍微忍一下。 借一只手抓一下。你干嘛？啊！啊！哎。 幸亏没咬破，要不然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。罗福生，你敢说我是小狗？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。疼？怎么不疼？都疼死我了。哎，您干嘛？什么干嘛？这马上要下雨了，我当然是带你去找个能躲雨的地方。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能走。 you
像你这么走啊，走到明天也找不着；等你走到了，草都淋透了。林大哥，雨好像越来越大了。希望雨早点停吧。起飞，开快点。是，少爷。没事没事，别紧张。 谢谢啊，回去之后我一定再陪你捡贝西。您先别着急谢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件背心我起码10多天没换了。你冷？喝一口吧。嗯。没喝过？喝过。 喝过，你就喝一口呗，喝完之后身上就能暖和一点。喝了会吐的。吐？你喝吐过呀？嗯。那你得喝了多少酒啊？之前，许星城带我去过一次酒吧，我第一次喝鸡尾酒，喝完就吐了，最后连路都走不了。还是他把我背回家的。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星星。 可我这个酒啊，不一样，喝完之后不会吐的。来，喝一口吧。罗福生，你骗人！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 这么辣！我只跟你说，喝完之后不会吐，我没说它是甜的。这是鸡尾酒，很好喝的。你喝光了？好好喝。看来这酒和酒的差别还真是挺大的。那是啊，我这可是纯正的白酒，比那些洋玩意儿好多了。罗福生，嗯，我好像第一次。 发觉你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，还有挺细致的一面的，我都不习惯。怎么，你爱上我了？你是不是想带着一身的伤以身相许嫁给我呀？为什么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哼哼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 别人都说我是刀子嘴，秤砣心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看到你这一面。哎，我都一直没有机会问你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路过呀。路过。 对啊，路过这荒郊野外，野兽出没的地方。你管那么多呢？我散步不行啊，我散散心不行，我杀人越货不行啊！你又来了，说吧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哎，你说我好心好意的过来救你，你现在还审问我是吧？要不是我提早找到你，你都说不定被那两个绑匪怎么了呢？ 绑匪，你怎么知道我被绑架了？师傅，天鹰没回西苑。师傅，码头已经没船了，没有找到天鹰。师傅，车站没人见过天鹰。 怎么办？天鹰怎么还没有回来？红蓝，那怎么办？这什么事儿吧？找找，太担心了。都这么晚了。红蓝，其实啊，这是一场假的绑架，他就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没想到你半途跑了。
兰兰，她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人，她就是有点大小姐脾气，有点任性。你说你真让她干些杀人越货的事儿啊，她还真没这个胆儿。我跟她从小到大，最了解她了，她为人仗义，喜欢打抱不平。她要是个男孩的话呀，我估计现在在洪家就没有我罗福生的位置了。我替她向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 谢谢。什么？我不管你之前为什么到这儿，总之是你偶遇了我，又不顾生命危险救下了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应该好好感谢你。罗福生，谢谢你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第三次救我了。第一次是在赌场。 你替我和哥哥解围。第二次是在舞会，你替我挡了一枪。这一次，你陪我坐在这个荒郊野外、野兽出没的地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总是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出现。罗福生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我。 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前面路被堵死了。啊！林大哥，那怎么办啊？看来今天是过不去了。那福生哥怎么办啊？这是唯一一条通往杜鹃山的路，只能明天找人过来清路了。哎，来了，少爷，少爷，来。 天堂是蓝色的，还有好多星星，还有流星划过。我好开心啊！你开心什么？因为我上天堂了呀。书上说，都是好人才能上天堂。罗福生。 我们都是好人。
罗浮生，嗯，你有遗憾吗？有一个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。 有什么遗憾吗？我也有一个，因为了解你太晚，我们到现在还不是朋友。那如果有来生的话，你愿意做我朋友吗？不用等到来生啊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是朋友。真的？ 嗯，天堂正好，不用去收账、看账、打架，也不用再喝醉、遍体鳞伤。罗浮生，嗯，我们一定是最好的朋友。 天堂有没有牛气生煎啊？我好饿，有啊。等着啊，我回到人间去给你买去。你还能回人间？把这个洞给刨开了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 我们在山洞。对啊，那蓝色的是什么？萤火虫。我还以为到天堂了。那是因为你喝多了。那我刚才的话，我又没喝多，我可都记着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。 罗浮生，你刚刚没有被石头砸到吧？没有。要是真的砸到我了呀，我们就只能在天堂里见面了。我跟你一起吧。哎，你可别添乱了。你现在一动，腿上就会流更多的血，止不住血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我总得帮你干点什么吧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坐着别动就行。 少爷，这怎么办呀？齐飞，开车。林大哥，我不走，找不到富商，哥我哪儿都不去。兰兰，你现在这样，谁都救不了。 齐飞，马上开车送洪大小姐去医院。兰兰，你放心，我留下来找富生。啊，少爷，金彪，快，来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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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少爷，有人来帮我们了。